46.5公分。全品绣对，历史上摊货最费劲的一次，摊了1个多小时，价格都太难了。东西是全品，就是爆彩脱彩比较厉害。这一时期的这种工艺烧窑是都容易脱彩爆彩，东西太难得太难得了。啥子货，原彩这么大绣对，底下连窑峰窑裂都没有，就这玩意吧。这是这面，还好所有的60个人物主人物都没有脱彩不彩，都是旁边一些浮彩的地方有一点爆彩，画工非常细，不少地方都是玻璃白，都是玻璃白。两片六方绣墩，两片一个人物，两片一个任务。人物侧面是金钱大孔，金钱孔花鸟，六面底连个窑峰窑裂都没有，就这玩意吧。